师父。他便是拐带你私奔的妖女了。我忍一忍，忍一忍，看在师叔和曹大哥的面子上。我当是什么倾城祸水，也不过如此。师父，阿香她不是妖女，她虽出身鬼谷，但是她心情纯良。她在清风山和我们共同经历磨难。师父，您没和她相处过，您不知道，师叔是知道的。妖女好大的本事啊，连我师弟都蛊惑了。哼，怀空知道我来，可是十分的向着你们。曹伟宁，你想好了，你不惜为了这个妖女坠入魔道吗？师父，我想好了。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这一辈子从那时候到死，一时一刻都算上，绝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阿香的事儿。师父，您从小教我言必行，行必果，我不能对一个女孩子食言而肥啊。够了，你不肯辜负妖女，却可以让清风剑派成为武林的笑柄。好好啊，师父将你养大成人，寄予厚望，你却这样回报为师。哼，徒儿之罪，徒儿不孝不敬。师父，我以后定带着媳妇惩恶扬善，改邪归正。师父，徒儿求您纯爱，同意这门亲事。师父，